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师救命！林浩，啊！什么事？大师救命！大师，他是个贼啊！刀在他手上，被绑的是我，我们是先把罪人，他才是贼。他是贼，可是刀在你手上，刀是他的。佛门没有什么兵兵贼贼的，贫僧法号不动，诸位就不要动了。看来大家都饿了，我去弄点吃的，吃完再说吧。这把刀挺好用的，借我用一下好吗？谢谢谢谢。什么时候的？啊，好像是大前天的。喂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要打劫你啊？相由心生。你露贼相，我看你也非善类，要不然你怎么猜得到我有这种想法？我们公子啊，聪明，我们公子是要考取功名的。就算真当得了官，也是一个贪官，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奴才。哎哎，你这个人，哎，他说你像我，是在夸你，别理他。你呀。保佑公子取得一个好功名啊！这个是公子的。保佑我以后不愁吃不愁喝不愁吃不愁喝。这是我的。公子啊，公子你快来看啊，这画上好多美丽的姑娘。哇，都是天上的仙女啊！啊，有什么大的？你是女人吗？大丈夫何患无妻，我怎么跟你说来着？啊，你哪一句？男子汉。男子汉，身修，家齐国治，平天下。天下平。天下平，天下平。你身修了吗？我想修，可我总修不好。那你还想？家齐。哎，你怎么吃上了？哎。是吧？我怕黑。怕黑？怕黑好。怕黑说明你不是怪人。哎，这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那有亮光，我们往那儿走。来，你走前面，我给你照亮。
枪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那么这样，我走在前面，你走在我身后，你拉住我的衣袖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，好吧？哎，没了。在一起吗？没有啊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都是干嘛的？别说话啊！冲刺王后，一往西。往西是什么地方？那边有个小孙先生的。那你会去吗？会啊。啊，快走啊！哎，忘记问姑娘怎么称呼了。牡丹。牡丹。快走，哦，快走。快。瑞香。在。海棠在。云梅。云梅在。丁香在。水仙在。雅琴在。翠竹在。牡丹在。等一下，牡丹在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晚了，罚我吧。我没说要罚你。你去哪儿了？你从来都不撒谎的，说。啊！小声无语。忘了介绍自己，在下朱孝廉。姑姑今天好美，是吗？今天我美丽吗？美丽。今天我穿得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么芍药，你告诉我，今天我哪里最美啊？姑姑今天的妆画得清淡优雅，眼角的色彩让人看上去都清爽了。什么奇怪的味道？是男人的味道。你们没有看到男人吗？你也没有看到。出来吧。Thank you.
还想走？哎，去哪儿啊？干嘛？放我下来！哦，走了，走了。去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第几层？是来看朋友，不用这么紧张吧？我好紧张啊！你是个妖怪，是没有资格跟我们仙女做朋友。可是我们已经相爱。哦，相爱。不过看样子你倒真的是很爱的，否则你也不会冒死前来。我说的对吗？我们相爱，你是阻挡不了。谁爱上你了？谁爱上你了？爱与不爱，对于一个死人来讲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有人伤心了，对吗？情爱对于男人来讲就是一场游戏，对我们女人来讲只会带来伤害，所以我不许你们碰他。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，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安排。今天不修炼了，没心情。问呢？这人上哪儿去了吗？你不是都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吗？他刚才明明就在这儿的。是你的男人吧？哪一个男人？是和你说话的那个男人吗？你知道的，我说的是石耀。那你去和姑姑说吧。人在哪儿？说啊，人呢？刚才还在的，突然一下就不见了。
不会又是个妖吧？不可能，妖哪有他那么笨手笨脚的？哎呀，不会是走了吧？我觉得他长得还是蛮英俊的。你失望什么呀？人家又不一定选你，你又不是男人，你怎么知道男人喜欢什么样的？或者他们就喜欢我这样活泼、开心、可爱的？你太多话了。对嘛？我猜啊，男人一定都会喜欢像我这样乖乖巧巧又任劳任怨的。哎，算了吧，男人是找老婆，又不是找丫鬟。哎呀，你们都不懂。我觉得一定要主动出击，如果让我遇上一个男人，我一定抓住机会。太过主动，我要是男人也不会喜欢的。停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要是男人的话，你们都没戏，我肯定选冰箱姐。为什么呀？说为什么，我也想听。冰箱姐可爱呢，又不会太吵，体贴男人呢，又有主见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既不会太主动，也不会太被动，所以真的是最佳老婆的最好人选啊！谁说的？姑姑说的。姑姑真的这么说？对啊。可我怎么觉得这个男人是来找芍药的？这绝对不是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鬼见愁，谁敢要他？肯定要你吗？如果真有个男人想娶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如果我不爱那个男人，他又非要娶我为妻的话，那又该怎么办啊？你想的太多了，有个丈夫，有个家庭，不是很好吗？那我们就安心地担负起做妻子的责任吧。没有爱会幸福吗？不能说情爱，你找死啊。百合，不知道都去哪儿了。有事吗？男人是你带进来的吗？你看见了？我什么都看见了。我还是要问清楚，男人是你带进来的吗？你审问我？朋友问一下，可以吗？不是。那就好。如果我抓了他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随便。你可以勇敢一点吗？一个人躲在那里有什么用？想要朋友，那又怕这个又怕那个。你出去啊，出去和大家一起玩。出去又怎么样？他们谁都不会理你。平时你凶巴巴的，动不动就发人。谁还敢跟你做朋友？羡慕他们有爱情，他们敢把男人带进来，你敢吗？姑姑承认夸你又怎么样？你开心吗？这里所有人都不喜欢你，连我都不喜欢你。你一直都在这里吗？说你呢，你一直都在。不瞒姑娘，我在。卑鄙下流！我是读书人，非礼勿视。我真的不是要看你，我是在这等人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就进来了。这是我的房间。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房间啊。你什么都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？我没有。好吧。我有看到，但是我没看清楚，而且我听得很朦胧。姑娘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没有朋友呢？好吧，我冒犯你了，要杀要剐，随你。
算了。姑娘真是通情达理，在下朱孝廉，愿和姑娘交个朋友，不知道姑娘方便。芍药。芍药，牡丹。哎，你们都是花的名字。你是来找牡丹的？啊，我就是在这等他。他的房间在上面。好吧，都有得罪，在下告辞。等一下，我带你上去。不用了，太劳烦了，我自己上就行了。答应我，今天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好吗？芍药姐，午安。不要怕，往前走。他那个样子，从来没有见到这么丑的，太丑了！哎，你看他发型，太难看了。快走吧。我去看了一下风景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是有点。那我走吧。啊！不过我走之前再危险，也得跟你们告辞啊。哎，告辞。不行，你这样子走不了。啊？你去外面看看，我要带他出去了。好。你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吧，那你怎么去的坟间？不知道，我在看画。画？我也在看画。你看的什么画？我在看你们那里的画。我们那里？难道你们这是仙境？你是仙女？算是吧。哦。我听说你们那儿有大城小街、大街小巷，有男人，还有女人。你们那个世界里，女孩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喜欢什么东西？有人会安排他们的婚姻吗？他们敢不敢，敢不敢说情爱？当然敢了。真想去看一下。好像做梦了。我才像在做梦，啊，疼疼疼啊！不是做梦吧？仙女呢？那么爱动手动脚。什么？庄子云：“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云，蝴蝶之梦为周云。”你可能真在做梦。你看，看。哎，吓我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你先放！你先放！我不放！哎，我也不放！哎哎，你先放！你放手！不放。Thank you.
你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哪敢打扰你们啊？谁知道你们在干嘛？哎，外面怎么了？外面多了很多兵啊！兵，嘘，找丁香姐帮忙啊！走，有事儿。队长，丁香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就大闹一场，为什么？先别问了，先帮帮我。啊！谁？喂，你要干嘛？哎，大家不要打，不要打！想你要回去的地方。什么？快点，没时间了。你快点，你会没命的。如果我跟你走，可能后遗症一生呢。吃点吧，这是地狱图啊，公子。糟了，就是他，门呢？啊，门呢？什么门啊？门，门呢？门呢？啊，大师，刚才那门呢？就是走遍残图灯那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一个只有女子的道场。那不有天堂吗？你是不是饿了？你先吃口斋菜吧。你大概饿昏了。大师，我不饿。我在那个地方碰见一堆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她们出事了，我必须得赶回去。回去哪？大师，施主，天堂与地狱你都分不清楚，你要回去哪里啊？求大师成全。哎呀，谢谢大师。善哉善哉，起来起来。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。佛法无边！哎，大师为什么打人啊？法力还不够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哎，大师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门，这个门我看不见。公子，哎，我也看见了。啊，你看得见？公子，公子，这里就是你说有很多女人的地方，女人呢？不是，这里不是地狱吧？喂，我叫慕容凯，咱们一起去找女人。
不是，你真知道在哪儿？好吃吗？挺好吃的。你不怕有毒啊？哦，他饿了，有事李叔。没事啊，吃吧。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，孟公子？我的荣幸，姑娘，我敬你。你不怕酒里有毒吗？哎，好酒，好酒也不能一个人独饮。来，对吗，周公子？我敬你一杯。哦，来，干姑娘，你不会是把所有男人都给收了吧？谁说你不行了？他不行了。行。我也喝。你喝。姑姑，你醉了。你要管我？管我的人来了。姑姑，请。你一会儿要安排我的客人休息，不用管他，因为他已经休息了。姑姑放心，我会安排的。公子这边请。这儿是偏房，这儿是寝室。这儿是书桌。啊，难得的好地方。还有这么多好书，今夜难眠了。公子酒量真好。我没喝酒，我喝的是水，别过了。公子真会骗人啊。看出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打扰两位休息。喂，啥呀姑娘？牡丹姑娘她好吗？姑姑明天请两位到茶居一聚。哎，那个最英俊的男人来了。我觉得还是这个更威武。有三个男人怎么选好呢？选上你自己打算吧。书生最好，威武的那个也还不错，傻乎乎那个也还可以。你们看，那个书童已经看上我们家英梅了。这儿是个女儿国，已经很久没有男人来过了。山上有一个泉，喝了泉水之后就能生育，不过只能生女儿。只要你们愿意留在万花林里生活，生儿育女，你们需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满足。那岂不是天堂了？所以，你舍得离开吗？我们公子是要进京考取功名的，我们不便在此地久留，是吧，公子？你们尽管回去救你们的苍生百姓吧，我留下，是不是选谁都可以啊？我要你，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确实不可以，他是我的人，他要是嫁人了我可怎么办？为了我你就做做好人吧。不过你好有眼光啊，过来，随便挑。
懂低头的女人，我喜欢。公子请便。不行，孟老板，进去。朱公子，你怎么走了？对呀，我还有事。今天可是好多钱。你们进去，好，我去，你们进去。这个是祝贺你们结婚大喜的，来来来，宝刀赠雄，英雄配美人。好，宝刀。公子，若没有什么吩咐的话，我们先退下了。啊，对吧？公子，太晚了，早点歇息吧。走，睡觉啊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去哪儿啊？掷地刘郎玉斗，挂帆西子扁舟，千古风流今在此，万里功名莫方休。君王三百州，燕雀岂知鸿鹄，貂蝉原出兜鍪。却笑卢溪如斗大，肯把牛刀试手否？受君双玉钩。公子，我们这么奉献到底值不值得呀？哎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女子长得很美啊？很美。哦，我一猜就是。好，说什么了？我回来找她不是因为她美不美啊，是为了义。啊？人家为我落了难，大丈夫能坐视不管。哦，走走走。公子，没人，啊，走，看看。什么人？这里不许任何人进入，不得无礼。他们是姑姑的客人。朱公子，这里是我万花林的禁地，不方便外人到访，两位请回吧。我是来找你想找的人的骨灰在这里，请回吧。Thank you.
要这个女人，我凭什么受她的气？只会哭不会笑。成婚才第一天，男人就可以这么对女人吗？男人可以这样对女人，你想休了他吗？随时可以，你还可以随时离开。我没说过我要离开啊，我要再挑个娘子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娶妻要选淑女，我昨天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明天还会有别的想法。朱公子是来跟我们告别的吗？你们要上京赶考谋取功名，我也不便多留，明天就送你们上路。哦，我舍不得这个地方啊，我也想娶个娘子，可以吗？朱公子都舍不得离开我们这里了吗？风流快活嘛，谁不想啊？喜欢谁呀？他。可以吗？不行，姑姑，我不要。朱公子要娶你为妻，这个机会是多少女孩的心愿，你不要吗？女人总是口是心非。谢谢姑姑，我也要成亲。你也要成亲？今天我们这里好热闹。你喜欢谁啊？你愿意娶我吗？啊，不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我？啊，因为我还不够丢脸吗？没有，你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。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，什么糟糕的事情都让我给遇上了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没，你哭了？哎呀，你看你，哎，我其实我真的没有想成亲。你看我长这个样子也不是很好看，我怎么敢奢望说你嫁给我呀？我就是看不顺眼，我看不顺眼那个山贼，他太可恶了，他欺负人。你这么漂亮的妻子他都不要，我就是想帮你出一口恶气，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做你会不高兴。公子他还是要进京赶考的，他在这儿不会待很长时间的，你要是真在这儿待得不高兴，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。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如花似玉的，那在京城会有千千万万的男人想要宠你想要疼你的，我保证我帮你找一个疼你的男人，真的，你别不高兴了啊！我不跟你同床。哦，我睡地上，我睡地上，我就睡在这儿。你看，哎，你干嘛非要选我呀？我一个人好好的，自由自在的，我也没想着要相夫教子呢。不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不听，那么多女孩子呢，你不选，你非要选我干嘛？我是为了牡丹。你跟牡丹的事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求求你了，你休了我吧！行了，我不是真的要娶你，我不娶你我就留不下来。我只想知道牡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能不能假装一下？假装啊！假装我可以的。哎，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类似像牢房那样的地方？没有。那会把他关哪儿？芍药，芍药知道吗？他才不会告诉你呢，你小心点，他不是好人。哎，你娶我真的只是为了救牡丹吗？真的啊，真的是为了救牡丹。那就好。
黑了。哇，什么？你想害我？不会啦，最多就是睡个三天三夜的。怎么来了？我们当然来看着了。丁香姐说她待会儿也会过来。好啊，来来。你那些姐妹好像都来了，你要不要出去跟她们打个招呼？不要去，你自己去。我不想出去见人。啊，对对，不能同床，不能同床。那人家老婆怎么样啊？说说。太棒了。相公，他们一块去喝茶，你来吗？我不来了。对了，你帮我叫一下侯夏好吗？侯夏，哎，相公找你。相公，你家公子。哦，那我是不是以后就得叫您夫人了？嗯，叫一个啊，叫一个啊，夫人。我出去一下。相公，公子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是我房源吧？不管了。我娘子就她有些不高兴，然后不肯出来见人，我劝劝她。你们两个认真了？没有，我是在假装，我很认真的跟你一样在假装。这什么鬼地方？能住人吗？丁香姐，怎么样？孟大哥，挺好的。你这儿这么多书，头不疼？特别好。啊，有事吗？听说你也风流快活，来看看。来，坐。还要去倒茶？我下，这一场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晚上芍药还有那只鸟要过来巡查啊。嘘，芍药连这种事情也做的吗？姑姑叫他做的，他哪敢不做？来了来了！啊！哎，你躲那儿干嘛？我去吧。上床！走！啊啊！干嘛？上床！抱我！啊！快抱！哦！你连抱都不会吗？看到什么？在床上，抱着。他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上次在被子里干嘛呢？你都干嘛？啊。好啊。你想知道我上在被子里干什么是不是？嗯。这哎呀呀，痛啊！就这个？对啊。盖着被子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想看到什么？还是你不想看到什么？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啊哈，什么呀？你真的觉得？我能找到一个疼我的好男人，当然了，而且我还知道，那个山贼现在就已经后悔了，而且他会后悔一辈子。我保证，我给你找一个疼你爱你的好男人。我要找不到，让你劈死我！嘘，别说话。哎，干嘛？耶。昨天晚上怎么样了？男女之间的事情我不太了解。姑姑，怎么了？相公要带雪莲、百合、海棠回家。你同意吗？我没有反对。你懂事了。只要有了孩子，就不用再受男人的气了。去安排吧。是，姑姑。姑姑，
我先退下。傻姑娘，我不能打架，没有人知道我和姑娘的去向，知道你不应该吧？你知道。求你了，傻姑娘，你告诉我。把剑放下。没事，是误会。我是在问他牡丹姑娘的事。其实大家都很关心，想知道牡丹姑娘去哪了。他们不敢问我，是怕我伤心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牡丹为了一个男人自杀死了。你等着那个男人来看你了。在那儿，那儿，那儿看你。可惜他不是来找你的，他是来找你的好姐妹，他们已经成亲。哦，太可怜了，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我就会成全你了，哪还有淬毒的份儿啊。不过男人就这样，见一个爱一个，你爱他。你要是现在告诉我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想他了，我立即放你出去。说吧。说犯贱，就是犯贱，我也成全你，我会让你烧七七四十九日，然后滚滚滚滚。这是他留下的，给你。一直都在。多谢。怎么全都是男人呢？对啊，怎么就这几个女人了？其他女人去哪里了？京城这么大，应该有很多好吃的吧？你呀，就知道吃。女人都留在家里，留在家里能干嘛呀？相夫教子啊！你看这天下，都是男人的。看看看看，都画了些什么？姑姑姑姑，是京城姑姑。京城，好热闹，有那么留恋京城的吗？嗯。嗯，京城也好，哪里都好，只有两种男人，一种呢就是愿意骗你一生的男人，还有一种就是只愿意骗你一阵子的男人，还有第三种呢，那就是连骗都不愿意骗的。风未动，旗未动，是人的心在动。
如果你没这些念头，不会总说骗与不骗的事。那请问公子，男女之间是什么？是爱。我一直在找。找什么？找一个爱我的人，和我爱的人。哎呀，好无聊啊！我会找到。你想跟我说你是第三种男人吗？可是你已经娶了妻子了，你还要再去寻找爱情，你不是骗人吗？是男人都会骗，女人只要懂就行。不过呢，只要男人不烦，就愿意骗你一辈子，对不对，孟大哥？还是姑娘你懂的男人呢、啊，走，喝酒去。牡丹想让我带她去城市看一下，我没能带她走。京城的繁华，我能记得多少，就给她花多少。画完了，我便离开。我不会耽误你。把花留下吧。花是花给牡丹的，不烧了怎么给他？牡丹没死。站住！牡丹在哪里？西城殿，翠竹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想不想救牡丹？你说救我们这几个人能把牡丹都救出来吗？别担心，我既然已经来了，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。哎哎，你也太没大没小了吧，男人都还没吃，你女人怎么……哎，相公，哎，有了娘子就忘了公子啊你！刚好就是有点黑。你先吃吧，喝点水吧。你要是真的和我们打，我们都不会是你的对手吧？为什么要帮他？你喜欢他吗？他是为牡丹而来，可是你还是帮他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很清楚，很苦，对不对？他来了，你跟他说吧。爱是自私的，你不能让。扇子是不是忘在你房间了？你回来就是为了找扇子？你是跟谁回来的？我牡丹。
你们班是因为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闯的祸我不能一走了之。我很信他。听姑姑说过，石碑底下压着的是定海兽，想要去七重天，除了姑姑能用法力过去之外，一定要先杀了定海兽。杀条压着的兽还不容易吗？啊，还犹豫什么？要这么做，如果为了救人而去祸害生命的话，我做不到。况且这龟一定是神物，那牡丹怎么办？哎哎，公子，你看，
们能不能施点法术，让他们全都睡觉啊？让我下去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带着姑姑给我的魔法环，这些刑天兽不会伤害我。我有办法，让我们上。不能相信他。你小心点。小婆婆妈妈的，那家伙快要醒了，打开吧。哦。你怎么下去了？啊！别睡觉，千万别睡觉。他来接你。为什么救我？别不知道。小奥怎么办？放心，姑姑你们疼他，定会来救他的。哦，都干什么？哇，这就回来了。牡丹姑娘，你真厉害。牡丹姑娘长得也很好看，公子你眼光真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走。去凡间，我怕姑姑。他不会放过我们。少爷不会说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你们本事那么大，我留下来又能干什么呢？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让你们笑话了。哎，你不能丢下我们。是啊，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要走一起走。对，一起走。别紧张，你们想去哪儿啊？姑姑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说牡丹姑娘死尽了。考验你，你竟然敢冒死去救牡丹，一片痴心呢、啊！我成全了你们俩。那芍药姑娘怎么办？我不会追究此事了。我有什么对你不好吗？你说。那个男人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里，人家现在过得很快乐很美满，而你现在得到什么？你这么做值得吗？连你也这样，你也中了男人的毒了，你们全都传染上瘟疫了，而且现在无药可治。
继承人我可以再找。我那天说过，七七四十九天让牡丹魂飞烟灭，而你只有七天，你不反悔就不要后悔。姑姑，让他们离开好吗？你在想什么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就凭你也想跟我的仙女在一起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他也是个凡人，你不是希望凡人替他们开枝散叶的吗？那也绝对不能爱上，爱上了就舍不得杀，爱上了就会天下大乱。女人一旦有了爱情，什么都没了。一成家，女人还有位置吗？所以孩子一出生，男人就得死，这个规矩不能改。这几个男人非死不可，这几个男人非死不可。你看，这是他为你画的，有树有山有水，还有好多人呢。他说这是尘世间的人和事，画得可辛苦了。他这都是要送给你的，好可惜啊，差点被烧了。跟你成亲呢，是假装的啦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啦。尘世间，男人真的会爱很多女人吗？确实有这样的男人，但还有的男人一生一世只爱一个女人。你爱谁？当然是你了，吴公子啊。不行，我这次回来，我这次回来找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害了你。哎呀，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那你到底爱谁？知道，别讲出来了，对不起，让你难受。是很难受，我想，我明白什么是情爱了。Thank you.
去哪儿了？当差。好不容易才出来的，干嘛回去啊？我们一起难过过路嘛，好不好？他不会追究的，你知道，我不会说谎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你不能相信姑姑啊，她在想什么我最懂，我们是同类人，我们都坏，她最了解我，我是好人吗？啊，我这种恶人怎么上得了天堂？这里只能是地狱，你们的姑姑就是阎王。我告诉你，牡丹这次回去肯定是凶多吉少，你有没有用脑子想一想，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可是牡丹说芍药会回来的，那姑姑怎么会放过他们俩？这种人为了面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道场，我找他理论去。理论没用。不行，姑姑法力无边，你不能去。朋友有难，我不能不理，我总得像个男人吧。啊，哎，小宝，怎么办？你小心点。我骗了芍药姐，让她借我魔法环去见朱孝廉。我骗她，只见一面就回来。我后悔了，可以把她换回来吗？到底是谁欺骗了谁？他不会骗人，是我，是我自作主张，跟他无关。看来是你们两个骗了我。既然你们姐妹同心，那就一起受吧。不要！不要！姑姑，姑姑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追究的吗？我答应过你，我答应给你一次选择机会。他们两个，你想让谁生，想让谁死？把他们两个都放了，祸是我闯的，我连累他们，让芍药馆冲我一个人来。闭嘴！这是我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我说了算，一切都要由我来安排。说吧，谁生谁死？我要他们都活着。别！别！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放了他们！放过他们吧！放过他们！滚开！不要救他！是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也反了吗？大哥怎么样了？
姑姑，快！我们没想要对付你，但请你不要再杀人了，好不好？我的法杖在你手里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要破坏我的规矩？为什么要叫他们爱？他们全都是你害死的。杀人的不是我，杀人之前在你手上，你选的是最下下策。你的上上策是让所有的人都死吗？谁对谁错？你心里不清楚。你最后还是胜利了，怎么不开心呢？我要为他们造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可是你快乐吗？他们快乐吗？我不想他们跟我一样的痛苦。所以你就消灭他们？你一生的心血是为了谁呀？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进来何用？你回来是来嘲笑我的吗？你不是说要成佛吗？我心中还系着你，
哪能成佛？其实我一直在看着你，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难道是我错了吗？没有疼的爱不是真爱，我怎能不疼呢？一起走吧。等一下，玉梅，玉梅，小姐，没事吧？相公，没事吧？是吧？你们都好了，没事吧？啊！公子，为什么死了呢？别哭了，我要活过来了。起来吧，孩子们。谢谢姑姑。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有勇气反对我，应该有勇气接受吧。该走了吧。今天我美吗？美。牡丹，你说呢？美。姑姑今天最美。你的话我最相信。少爷姐等着您呢。你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，还有什么事要留下来吗？少姐，他跟我成亲是假装的，他也并不是真的爱我。可是你爱上他了，是吗？翠竹也爱上他了，是不是？朱公子都清楚吧？嗯。好风流啊。朱公子如果想留在这里和翠竹完成婚事，又或者和牡丹一起享其人之福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但是请你不要把我拉去你这趟浑水，我不像他们一样天真。你们不用担心，从今往后你们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我都不会干涉。我祝福你们，百子千孙。
被芍药姑娘看穿了。对，小生要是还留在这儿，确实是个祸事。我回来是为了救牡丹妹妹，她现在平安了，我也该走了，我还得进京赶考呢。告辞，大英雄，告辞。承受伤痕，只要你相信我的真，爱就能战胜命运的残忍。周公子，我和你这一次日落雨上一场潮汐，我愿有今天的最终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假装的那么好。牡丹，对不起，还是没能把你带到城市看一下。这回忆，这场雨得不到忘不掉，此生的公子，我不想回去了。好，带着点。谢谢公子。事情要去做，你的爱我都感受到，但是我不敢接受，我不能让你为我牺牲一辈子。你出去是要看一番事，我没有勇气跟你在一起。今生没有缘分，这回忆，这场雨，下辈子吧。我不要最深的爱，是舍得放开你。太惨了，我知道。知道这些话不可以再跟你接触，公子，吃点斋菜吧。公子，你怎么哭了？公子，是我哪儿做的不好？没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为什么在一瞬间会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？幻游人生呢？你脑子里边想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多谢大师。公子啊，你还是别哭了，吃点斋菜吧。
哎，那是我的。你放下，你这个怎么这样？哎，这。公子啊，你还是给我背吧。不用，哎，公子，你还是真不用。没事，等一等，还是给你吧。啊，当着你的，还给你。拿着，恭喜。徐大人，张京复考，我看你这人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把户籍。雪莲在，百合在。今天人已经到齐了，大家今天真漂亮。谢谢。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受伤痕